来换，如云，你来讲你的故事。好，其实这个 Balenciaga 就是现在是年轻人很喜欢的牌子。那你看一下他的衣服，像这件就是他的衣服。然后我觉得他的衣服其实他很简单的一件衬衫，他也要把它搞得很有设计感，然后哩哩啦啦。对，他的衣服可以好好穿，也可以乱乱穿。然后像他的鞋子，像他这个袜靴啊，我觉得他其实很厉害。他除了袜靴之外，还有那个老爹鞋，老爹这个其实都是 Balenciaga 先带起来，然后大红大卖，然后其他品牌才跟着出，对吧？没错。那其实我认识Balenciaga 的包，其实他开始在千禧年，其实差不多有这么久了，是2001年。对，他最红的时候就是从机车包开始。哇，你这在哪里买？这是你的。对。我想说，这不是阿姐拿出来的吗？因为我有一颗这个，只是有戴，很像。我那时候会，我那个时候大概它每个颜色我都买。我也是，因为太轻了。对，你很难想象。有那么轻的皮，对，牛皮可以做这么轻这么软，而且其实它不怕脏，对不对？越脏越好看，出去然后就放在地上你也不觉得心疼，因为你好像拿起来拍一拍它就马上完整如新这样子。然后它真的很轻，然后它我觉得它很贴心的是它每一个包都有这个襟，所以女生要整装的时候很方便。这个就是我第一个最早最早千禧年的时候买的包，差不多。对，然后它一开始就是出这种小扣子，然后所以它非常的轻。然后这个我觉得它也是很特别，就是它就像一个公事包的样子。然后它其实可以提，然后也可以上肩，所以其实很方便。然后像这个，我觉得它其实真的就是颜色取色，它颜色真的都好饱和哦，很好看。然后我的区别是小扣子是比较早的，对，然后后来它才出这种大扣，大扣，然后金扣，那当然它就会稍微重一点，然后也会价钱比较高，系列不一样。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好可爱，好可爱，它也是它的蓬蓬系列。你这个那个时候买多少？其实大概5万块以内。然后其实像它这种这个包，其实它的容量其实真的还蛮大的，里面可以放矿泉水啦，然后那个帽子可以折小小啊，像这个帽子，那一节都那时候其实好像这个帽子也很流行。它的老帽很浅，很挑理，对啊，一定要头，它是很对，不能太浅，很窄很窄，风一吹就掉。它就是带一个态度，我就是无法戴，我也无法戴，一个态度，对。然后这件是皮衣，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那个张曼玉好像也有穿一件类似的这种骑士外套，我那时候就买了，因为我觉得它的蓝色很漂亮，然后这件应该也千禧年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定要有他的一件这个皮衣，对，然后呢牛仔裤很好看，就这样很有态度哎，而且它后面的剪裁很美，对，好漂亮哦，对，我真的没有穿女性，你这样穿上如果骑重机超帅，好的。大家好，我是欣蕾姐。女人我最大新增了短影音新功能哦，在这个 APP 里头你可以看到什么呢？你可以看到最新的彩妆，你可以看到如何穿搭，你还可以看到最厉害的保养圣品，重点是还有很多精彩的精品，他们呢怎么买到的这些东西，为什么你就买不到，是不是要赶快来下载一下女人我最大 APP 哈、啊？